我可以猜猜吗？猜猜的，真是有劲的。从来没想过上三家就回京市。我就想了一下，我不京市，人家不京市，人家后来就这两家才办押金了，上月里也没京市了。没想到三家人可京市了。我们刚刚去给武汉测试一下视力，然后他一个眼是4.6，一个眼是4.8。度数的话是75度啊，也不是说度数特别高，反正就是在纠结要不要给他配个眼镜戴。如果是戴上眼镜的话，我都感觉以后就一直得戴眼镜啊。你说每年都还会长度数呢，每年都得花了哈。就是他上课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在第二排坐着，所以的话他说看黑板是看得很清楚的。就朋友们有没有懂这个的，给点意见，看需不需要配个眼镜。超市买了点食材，两个孩子想吃火锅了，我们也好久没吃火锅了。念了甲乙本，说赔押金也行，还是不赔押金了也能再逛上逛上。我也不知道是风儿好，现在有什么那一圈子的，现在有看刘海都看不好。主要是不用自己站，主房主要是就那个，他因为他自己那读书啊，或者让他敲手机，敲点书。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在家敲课外书。而且那种桌子不整齐了，才会引起的影响。敲电视不准备，不叫都敲过，电视都开了。手机我几乎都不叫他敲。后来是点事儿了，原来啊，还没我自己喝的那个转的好。不来，那就好喝点。前一晚上加一点，最好就每天6点就是喝完喝，只有星期天就知道了，平常也做不到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这一口没雨，你在北水逛一下点时光。重南英美笑积雪，浮云丹林表明霁色，城中灯火寒。谁还会背？来再讲。我会背台。故事比赛就是逛一下点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鸣，江畔。